阿新婆，哎，你一真系叻噶，咁识吹枕头风，得我仔呢听晒你话吓。不过你冇以为啊，我咩都唔知啊。你家婆我啊，心水好清啊。奶奶，你讲咩啊？我唔明喎。你唔使担知吓，无论你要买鸳鸯又买羔羊吓，系咁使钱。你知唔知依家搵一间人啊？咁样啊，好似你咁败家噶，做老婆做到你咁啊，自己败晒老公一地先啊，败家精。家家有本难念嘅经，一家人点治好法都冇话冇意见嘅时候。有一样嘢可能你经历过，或者依家才经历紧，屋企装修一言难尽。依家唔系下年人冇搞装修吓，系下年冇咁心急，冇成日坐临住啊，哎，做埋做向收啊，哎，一步到位乜都埋车最好啊。你以为啫，奶奶，时间都是生活成本嚟噶。依家一个星期得过一日休息，开工又要加班。依家开一次过咁方便买齐晒，唔系更好咩？咁你都可能自己荷包啊，吓又冇咁使钱去挑拣得噶嘛。依家搞装修啊，最贵嘅咧就系人工啦。呢啲人工啊，只有一路向上升噶咋。迟啲去搞嘅话，使嘅钱咪仲多。讲到嗰阵咁嘅矛盾，都冇话边个错晒嘅。大家都有自己嘅价值观，对生活问题嘅处理都有唔同嘅角度，系啊。但呢啲问题好难处理，尤其是作为我哋男人太难啦，因为咁字为自相矛盾噶嘛。你阿妈系猫，你老婆就系豚，你老婆系猫啊，你阿妈就系豚，你帮边个就会伤到另外一个，点字化解？咁都有办法噶。哦，建材家装啲咁嘅嘢，想货比三家，睇过试过验到货，冇问题嘅阿妈。仲有一站式购物，唔使四围腾，少花时间又唔使浪费精神，完全冇问题啊，老婆。等我话俾你哋知啊。点字啊？去富日装饰广场啊嘛。中山十五年品牌我够知咯，由此边个唔顺埋号也得噶。富日装饰广场同中国建设银行中山分行推出全省首创嘅龙卡安区特惠商圈，贷款买建材仲可以申请六个月嘅免息，分分钟等于借钱俾你装修，唔使还息啊！啱晒我哋呢啲想装修但系啲钱又掹掹紧嘅家庭啦。想问多啲知多啲，可以关注富日装饰广场嘅官方微信。咁啊，家和万事兴啦、啊！装修都可以幸福安宁。